我儿比较喜欢吃湘菜啊，湖南菜。上海的湖南菜馆有名的也基本上都吃过，而这一家许爷家全国首店开来上海，是要打造下一个排队神话啊！老板大方的送福利，45天之后就会消失了啊！你要赶紧上网去抢。这家神级湘菜馆子已经落户啊，开业即巅峰啊！湘菜界的翘楚就是他啊，这个在上海火了多年的老品牌许爷剁椒鱼头啊，是上海老饕们这个争相打卡的美食圣地。而这一次呢，他将增加一个新的兄弟品牌许爷家湖南热炒。哎，这是最近啊，真是湖南的这个炒饭炒菜，哎。成为这个流行，我上个星期还刚吃的这个，湖南的小炒菜。其实湖南菜里面最好的、最著名的啊，莫过于那一道农家小炒菜，所以这些东西啊，如果你好这一口，不嫌辣，哎，真是湖南菜是蛮提味的，尤其在这样的热天里面。吃上一碗啊，吃上点上一个农家小炒肉，那你这个味蕾大开呀，饭量都要多吃多少啊，当然汗水也会流更多。